哎，你看，这三个男人哦，哪一个身材比较好？我才不要那么鸡婆，不关我的事，像你那么好色。什么鸡婆好色？我们办的是八卦杂志嘞，这个一定要看的吗？难得三个男人一起脱光光对你放电，你不看咩？难道看你咩？少有道理。方展发、黄俊雄和陈炯江三位渐渐上位的阿哥接班人，将于年底的重头剧《唐山到南洋》担纲要角，切磋演技。爱周刊捷足先登，邀请他们先上封面较劲，强打酷男本色。此外，三人还为封面故事大秀身材，不知他们可否为此特别准备？其实这一次拍封面的时候，所以今天呢也刚好是我在拍96部戏，整天就要脱衣服，所以为了那几场戏，前几天或应该说前几个星期都有控制食量，然后运动量也有增加，可能是我的脚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大腿跟小腿都蛮细的，很多人看的时候觉得很想要，尤其是女艺人每次说你的脚真的细了。